你做什么？哦，送面包。送面包，你可以做一点 professional 吗？回去给我练几招，可以吗？哦。哎、欸，面包哎、欸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嘿，八天王战友们，我是战神瑞旭。那今天做我们的 anime， 做到的 anime 资源了。那今天不吃了，今天我做好了开箱惊喜了。开箱惊喜，哇，真的难得做开箱惊喜。好啊，黄金可是时间，我们抓紧时间啊，来吧。说今天我刀具有十，洗刷刷洗刷刷，哎哎，不要唱不要唱。听讲鬼鬼啊，他已经中了版权了，所以不要唱，所以小心点，听不到他唱歌哦。来，我们刷刷一下，应该可以开刀，应该可以开刀，开刀，开刀啦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应该开得到啊！你看，开刀了，来啊，终于开刀了，来哦，这个我定了啊，我已经定了三盒，因为听讲啊，它里面有泡影，还有那个闪电五连鞭啊，刚好他们在里面，听说啊，这个、啊、很容易断货、啊，所以我来开第一个盒吧。喂，怎么这样开？哎，我真的很像流氓哎，流氓的家伙。甩你一下，来看一下。哦，等一下来开。他的配妹一定会给哦，只是他是给单人的。哇哦，帅哦！哦，他没有放那个 P 的那个钻石，后面就是说明书了，来开喽。我要很保护我的卡弦，不然弄坏了我就GG。哎，电子龙蛮好看，哦，我比较喜欢电子龙，因为呢爽。这个是凤凰黑暗电子龙，哦，有五张。这个我不熟，怪兽我比较喜欢。这个我不太会用。哦，这个听讲这个蛮贵一下。哦哦哦，这个我要了。这新的外来融合，给它放一张。OK。错，这个要爆一下哦！闪电风暴，好闷的。无限泡影，每个人都在抢这两张。豆哥讲啊，一定会复刻这个，一定会的。电子中烟龙，哦，这个我要哦。还有这一张。我看一下这一包有什么吗？听讲它其中一张、啊、好像有 random 的，小心小心，不然我会心痛。哦，他给我 shiny 哦！free 的，哦，爽哦，爽！好了，再开第二盒，小心小心。小心啊，我会心痛痛啊。OK， 哦，大黑，哎，我的抽刀好像是，这个是半钻的，这个是很像黑卡，你看，看到吗？第三盒，
因为我的卡是我的灵魂之翼、啊。OK， 我先 test 这个卡组，因为我刚刚才弄好，还没有加强，都先玩爽啦，娱乐效果，决斗。只要我先对手先了，行吗？是，生活。要结束，我拍。三怪，六，水牛生活。
到。因为我刚刚 test 了，我觉得有点不稳定，可能我是不熟啦这个电子哦，它的概念，我尽量就是慢慢练习，或者是看台大，我觉得台大他们讲解是比较清楚，我就比较明白咯。明白，明白。不过最重要是什么？你自己去练习一下，你懂想要运作这个电子龙概念咯，你要慢慢去尝试，然后大概它的效果范围。因为这个新的电子龙我真不是很熟哎，因为我了解是旧的，旧的是那个电子龙、双重电子龙还有电子重烟龙啦。因为我多练习是用研说来，所以我比较熟一点在研说领域。好了，影片到完了。如果你超越动机超级无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 like share 给我看。如果你是新的观众，请按什么的，第二按响的那个，以及三个恐怖给我谢谢。放心，这个无可放矢不言的。如果还是你是跟我讲了，我就用电子刀刚对付他就可以了。没有开玩笑吧？好了，等我们进入啊 ，Charles 啊，来来来，又在更新啊，这个版鬼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先看这个图案，来十秒钟开始。那记得啊，记得。那先按转发灯，你就记得啦啊！可以啦，拜拜。